2014年，习近平主席应邀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。这次，习主席也邀请好朋友普京总统来华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。普京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，双方正在就普京总统来华的具体事宜保持密切沟通。相信两国元首的冬奥之约将再次诠释中俄亲望亲好、邻望邻好的伙伴关系。相信两国运动健儿将再创佳绩，为向世界呈现一场简约、安全、精彩的体育盛事做出应有的贡献。